卫兰卫斯早前证实离开合作八年的华纳唱片，对于之前有传是因为他们不满公司将资源投放在 MC 张天赋身上， MC 就这样表示。我一听完这个消息就即刻我觉得要将个矛头指向 DJ 的，因为他们有四个人啦，已经指住了你啦，那就 四套衫啦，那就资源就要分给四个人啦。係啊，咁同埋我冇 check 好咁高啊嘛，我啲衫啲褲點解少布啲咗？著得幾多件？我哋好少布嘅啫，嗰啲你睇下有啲漿啊，閃閃亮。我自己㗎，你套衫。係啊，都係佢㗎嘛。係啦，咁所以我覺得即使真係有呢個情況，即使真係有呢個情況，都係 D J 㗎。我都覺得係。不過我都的即都。即係聽聞都知道佢其實係喺美國度有一個佢新嘅目標，佢新嘅旅程啦，係啦，咁所以係啦，外界講咩都好啦，係啦，咁就希望佢嚟緊呢個路上面會一路順風啦，係啦。嗯，係。有冇影響到你哋兩位之間？冇㗎，佢好 nice， 好 nice 㗎。